我是芳姐的，今天已经快太阳快下山了，都没收到东西，不知道有没有运气收到东西啊？你看这个山上的野草都这么深了，以前我们小时候啊，经常在这个田间，铁西野草回去喂鸡的。现在条件好了啊，这些东西没人要了，收了，古董拿不走。你们个拿东西什么？没了。哎，那里有个叔叔，我去看一下。叔叔。我哦，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先磨个东西了。送个拿个这个玉啊、石器啊、玉器啊、书啊，你个拿东西。老一的还有把刀，还有几把刀啊？我看一下喽。这应该是喂鸡啊。哦，喂了这么多鸡啊！哎呀，这个苦瓜也丰收了，这么多苦瓜。苦瓜一点。今天苦瓜大丰收啊，这么多苦瓜。那个刀给我看一下，什么刀啊？抗毛玉竹嘞。啊？抗毛玉竹个刀嘞。啊，抗毛烟草啊。打字用个刀。啊，打自卫战的，这是哎呀，回来没关系，这是自卫。也这么多，怎么也这么多啊？这个刀。应该不是应该也最用过有的送的个。哦，你那个时候在那您现在有七八十多了，七八十了。哎呀，保持身体保持得好啊，不像这么老的人。这里面那个锈可能不知道怎么擦的，应该是这样擦的。这把刀好锋利哦。都是那个抗美元潮时候留下来的啊，蛮小气的嘛，它这。哎，这上面都刻了字的。粘刻上去的，你看那个时候的刀啊，真是这个过火很好的，都这么多年代了。这柄是铜的，这里是钢的啊，这也是钢的。这是以前那个野味求生啊。嗯，带着身上，这都是一样的啊，这个差不多，这个销也是原装的，但是它这种这个柄这里有个长一点，要短一点啊，这里是个十字架的，稍微有一点点的区别，还是这里应该是有一个反扣。啊，这扣在皮带上面。那个皮带哥哥。这里就是反扣过来，反扣过来就是怕它，放在这个脚上面的吧。那时候怕它掉了，这里还是有点没在，这是牛皮的啊。牛皮的。这个也是扣了，扣方。这里有个太阳。是好多个人都给我收它。有人在你家里收。收没卖的。舍不得卖啊。这也是一个纪念啊，那个时候，应该留着的呢。为了那个抗战胜利的一个纪念啊。这也是一个太阳的，这个饼，这里是牛角的啊，这个饼都是牛角的，这是铜的。好锋利，现在的还好锋利，手工刻的。这个刀削这里掉了啊，应该是这样扣的啊。这没影响了，这个都是一种抗战理财的东西。这里也是有一个太阳，这里刻了这个方，这里刻了字，这个尖子刀一点点没见了。其实就是现在这个的功夫嘛，一点。那个时候功夫肯定好一些。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意义，它就是证明那个那个抗当过兵打过仗啊。这个刀怎么卖了，叔叔？那你是怎么个价了？我说啥的卖？我给您出一个价啊，这个400块钱一把卖的吧？400块钱一把？是1600块钱。600块钱卖的个，卖不得。800块钱。800块钱一把。那个多跟看见是。好多人看了。这是800块钱一把啊。这是确实啊，它也是一种一个历史，一个传承，一个继承啊，给以后我们那些后辈可以欣赏的啊，一个抗战理财的东西。几钱的？4832了啊。好，行了。那就买了，好吧？你给他那就发财了。也得了，好嘞。然后那个今年我们发财啊。
这个也说实在的，我一把也是舍不得收回去，也不可能卖的，一把放在自己以后家呢，开个杂馆，开个民俗博物馆，这个跟小孩子可以学习的。嗯，3200块钱啊。嗯，没点。感谢了啊！那就放这啊。